大家好，我是空菜，我现在在厦门的鼓浪屿啊，然后在我的身后有一家非常神奇的小摊了，听说卖的麻糍非常好吃，我们去试一下。就我拍个片头的时间已经在排队了啊。刚来炸麻糍，好吃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啊、哦！谢谢，一个一个刷，刷的。等一下，一个一个刷哦，排队跟上来，两三个人到了再刷，前面还有人，等一下刷了忘记了，谢谢。刷了也没东西给你啊，一个一个排队，等一下他还没好，你站着等。不用再走了，就在这边就好了。刷完了站着等。等一下还两个人来轮到你啊，你现在到往后跟上来，帅哥们，一起的一个人排队就好了，谢谢啊。跟他去，跟他去慢走。行不行？是，我转就的。你哪能不咬嘴你了还是啊？江宁就比你黑少较侪啊！你是吗？本来我这代江宁就要比你黑少较侪啊！你我今年也三十几了呢。三十几啊！我再五十年就嫁你到啊！你这个三十几啊！五十年了。我这代我就再五十年啊！是吗？来，这个签码给你咯。好谢，多谢。这就是我刚刚排队买的麻糍啊。一整颗圆圆的，然后它裹了一个是那个黑芝麻，加了一点点花生。现在来试一下啊，来一颗，个头不是很大，嗯，很软很糯，然后它中间也是包了一个花生糖，白砂糖加了一点花生碎，还有黑芝麻。这个整个开了啊，人很多啊，我本来是看没人，然后想去拍一下，然后刚拍完片头就大排长队了。再来一个啊，嗯，人很多啊，一直在那排队。讲真的，这个麻糍吃起来是好吃的，但是是18块钱一盒啊，六颗，3块钱一颗，个头不是很大，很 Q 很糯，然后又不粘牙，然后又不粘牙，是一个大爷在卖，然后旁边的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他的亲人了、啊，传承了可能两三代人了。然后我在那跟他闲聊了一会儿，卖了有至少50年了，光大爷就卖了50年了，好吃。这也是在鼓浪屿非常神奇的一个小摊了、啊，摆的时间非常的久。以前只收现金了、啊，现在还好，可以手机支付了。哎，一下子吃了3个了，说着说着就吃了3个了，确实挺好吃的。麻糍也是非常有福建特色的一个小吃啊！哎，鸭子上沾了好多黑芝麻，然后有出来旅游的话，我觉得是有到福建来旅游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试一下啊，不错。